漂亮又说穿，会做饭的男人最心安。大家好，我是面，我又来了。夏日宵夜酒来配，凉藕花家来开会，家常美味细细品，麻辣爽口真过瘾。开干，准备六斤花椒，放点盐巴，加入清水，盖上锅盖，轻轻的摇动。先把它烤昏，晕船了，那就吐得干干净净的。摇干了，又加水，反复这个流程30次以上，基本上就干净了。你要单干在客厅摇，就看你老婆削不削你就完了。如果在室内，那是老师的错。阿公，点火哦！要得，开干。烧开，准备配料，泡椒泡椒，切碎。尽量切碎一点，才会往花椒里面钻。大蒜还是切颗颗。配菜莲藕，切成圆圆的方丁。加点清水浸泡，避免氧化。再准备点青红椒点缀用，切成圈圈。这个起锅前放，再切点小葱，去去。水开加入料酒，下入花椒焯水，煮开后捞出备用。放入藕点焯熟，再用清水冲洗下。烧油，再放猪油调成混合油，六成油温下入花椒、炒料，放入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放入藕点儿，下入花椒，再舀入料酒，放入蚝油，生抽一点。加一丢丢的水啊，一丢丢，焖一分钟。下入青红椒，放一点点盐、白糖，翻炒均匀，再勾入一点薄芡，味道才能吸附在花椒上。放入葱姜，要得了，起锅。这样一份异乡王者藕丁花椒送给大家，就这个花椒，我厚着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谢谢大家。来，王哥，请哦。要得很干。你先吃啥子？谁没吃过啥子的？藕你把搞懂，给我煮跑的，你说两句。这个放在藕这边啊，那个味道很香哈，一股藕香味，还是脆的，刚刚合适的。再煮会儿就粉了。我睡了。现在花椒很肥美哈。哎呀，味道怎么样？必须的嘛，勾了一层芡，这个调料全部就裹在这个花椒上了哈，所以很入味。花比较矮。你买啥子那个啊？没有的。吃花椒要是有沙子的话，基本上这个花椒就废了。有点快，你整一吃过。有害过，有害过啊！放了猪油，这个汤会变得更浓稠啊，更上劲儿哈。放了呗，这种没炸开的就吃不得，没炸开就死的。炸。那也贵。你专门拿那种张口的。你够饿了吗？够够。还是脆呀。这个，这点烧就下去嘛，对嘛？是吧？
阿公吃安逸没有？吃安逸，一会儿接着吃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我，喜欢凤凰传奇，观众们，我是阿斌，我是阿公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斌，我又来了。今天买了四斤花甲哈，两斤莲藕，最后藕尖花甲哈，是我们南青一个民族叫的，你们一定要尝试一下，看看。放点盐巴，加入清水，来回的晃哈，这样晃半个小时，差不多就脱沙了。莲藕去皮，切成丁丁儿。放到清水中浸泡，避免氧化变黑。再切点泡椒，泡椒。姜蒜下面呢？再切点芹菜、小葱。阿刚点火二，要点开干。三锅开水，料酒，花椒馅儿给我焯水。烫至开口就可以了哈，盛出来备用。再下入藕尖儿，烫到断生，盛出来备用。菜籽油，一点猪油，卤成油干下入料头，一把花椒、豆瓣儿，炒香以后锅边淋入料酒，下入花椒、藕尖儿，加一点点清水，调味鸡精、盐巴、白糖、蚝油，再勾一点点白芡。更加包围哈，最后放入芹菜、小葱，鸭子来西瓜，就这个藕尖花椒，我后几天评论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， 来啊，我请哦，要得很多，你看藕尖你们搞不动的，你删我这个，你说你说的半根，你看半根嘛，啊，我说的半根啊。其实这个做法的话是，哎，非常新颖哈。然后这个藕尖吃起是脆生生的，花椒也比较入味，巴适。我这熬不熬不熬不动。吃这个。嗯。好家伙。嗯，是啊，嗯。把筷子弄起。嗯。吃吗？吃这个肉。嗯，手咋疼的？要啥子筷子？哎呀。哦，太爽！然后肉好饱满，这盘子不够我一个人吃，是吧？嗯，你吃，吃点肉，那得出 KK 全肉。嗯，嗯，巴适巴适巴适，又麻又辣，感觉没有？这是啥子味呢？我们手起就过一点，你看，更香了。嗯，更有感觉，更有味儿，好顺手。啊，好吃不？嗯，是不是好吃？其实没有肉的，除了黑的全是软，没有肉的，真的。哎，巴适。我们狗吃也好吃，因为吃不得。我快吃完了这盘。嗯，这两盘我们安完了吃。哈哈。好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喜欢我，弄出去管我们。我是阿斌，我是阿公，我们明天见，拜了个拜。哎呀，大火，快来，快来帮忙！有大火，你看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火，你看一看，切不出来。啊！我喊野鬼哦。我试试嘛，这鱼塘里面鱼草差那么多。原来是在作怪。哎呀，要么你拿一口来哟。要得，这个东西烧鸡好吃的。好吃啊。哎，哎，我是红烧肉的。要得。哦。这个人工饲养的鹅肝就是炊锅带的，今天邀请人过来吃哈，我现在把它收拾出来，去掉胎尖，这个一定要去死皮。二哥，饭弄好没有？哎，二过来了。哎呀，还有做，今天就计划献俘，用你的龟来宰了你哈。那天我们说的嘛，哪个找的就是哪个的。哎，快点说，快点说。来嘛，哥，我来帮你拿着。你要耍会儿嘛。动点手嘛，吃起才香噻。哦，这个这个没毛病。耶，这个口感肯定安逸啊。是吧？这个贴起更安逸。取出内脏。阿公，点火二。要得，开干。用冷水把鹅肝出来哈，葱姜、料酒，焯水后捞出来洗干净。
这儿葱姜蒜，八个香叶。哦，照照的是吧？来吧来吧，家里有人。烧油，加块猪油，加豆瓣酱、香辣酱，两勺海鲜酱，一勺黄豆酱，炒出酱香味。烧料头，下入鹅肝，下入两罐啤酒，加入清水，调味金针酱、抹胡椒粉，三分钟小火煮40分钟。你好，请问是杨女士家吗？对，请问你是？你好，我是转转 APP 的回收工程师，收到您的地址下了一个苹果11的订单，这是我的工牌。这么快就到了，麻烦你看一下我的手机能值多少钱。好的，我先给您质检一下，大概耽误您5到10分钟的时间。您这部 iPhone 11 Pro Max 还能值4200元。哎呦，这个价格还可以了吗？对的，现在我们还有限时加价20%的补贴，价格如果满意的话，您点下确认，钱就到账了。好的，卖掉。好嘞，您看一下那个钱到账了吗？到了。来，手机拿给你。阿米哥，我是您的粉丝，特别喜欢看你的视频。你要是我粉丝啊，那我给你点福利哦。这些视频发布的时候，我在左下角给你挂个链接，以后看到视频的朋友啊，都找你下单。那太感谢阿米哥了，我还要赶去下一家收件，我就不久留了。别饭吃都在，你弄点送钱过来。下次，下次啊。时间到，来点青红椒点缀哈，大火收拾，来切点葱丝。我的生日礼物都准备好了吗？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来，1800，拿去买个华为 P50。谁家 P50卖1800？华为 P506000左右的嘛，旧手机刚刚卖到4200，再加上1800，刚刚好噻。你还挺会算啊，给我买个礼物还让我大了1000。我的都是你的是吧？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也，你的也是你的。鸭子来，七哥，点缀葱花一把，走菜，收到。就这个酱焖鹅肝，我后几天不给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可以吗 ？Thank you。我还加了个素菜哦，来呀，我请哦，要得很个，二我请哦，请，来我吃，好啃呐哦，净做瘦肉酱哦，来哦，哎，这个微微晒得跑，是吧？嗯，这个其实看了大家不用煮哦，嗯，我做40多分钟就跑了，嗯，你这门都想吃个是吧？蛮单独味，嗯，来吧哦，嗯，哎，哦，真的。好的吧？嗯，好吃好吃。那是我皮子也不，皮子如果加点蛋白也不，然后吃的皮肤好跟我一样啊。大哥炒的青菜很好吃。嗯，你要吃肉的吧？你看你瘦的哟。我也挺瘦的。嗯。除了骨头全是肉。除了骨头全是肉。七八秒。七八秒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，如果喜欢我，喜欢我老子的网友们，我是大斌，我是大哥，我们见，拜拜。